最近的南方人。广东人在重庆。兄弟，欢迎来到重庆，终于到了。但是为什么要在天台见面呢？啥子天台？我们那是在一楼啊。重庆果然够魔幻。Let's go。Hello， 广州日报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大方，是小白的。栋笃笑其实就是 stand up comedy 的其中一个翻译。其实有很多的，即是单口喜剧、单口相声、脱口秀，它是总而言之就是说一个人站在那里说话引人笑。我做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本身是主持人，跟住同埋我哋C12喺由一开始做到现时为止，其实核心根本就是用粤语做栋笃笑的线上节目。咁所以这个是我哋比较擅长的，同埋自己比较中意的一个表演形式。务实、接地气、脑洞，中意自己屋企啦，我屋企喺广州。美食啦，多啲睇《粤之一二》，乜嘢平台都有㗎。